七年啊，骑马古早无飞机无车嘛，啊，就安尼一国家一国家去里取经嘛。啊，咱即马你甲看，前人来咱家拢唔免安怎去取经，来拜拜有因波师就会使拜。伊毋是参宗，就去取经就十七年。人家笑讲你若较戆，是安尼骑马来较艰苦十七年。伊人伊足有智慧，伊取经的人足有智慧啊。三宗就是咧本性，有智慧嘛。伊讲我去十七年转来，什么国家都去转来。啊，恁呐嘛十七年，啊，你三顿都五，安尼三顿食饱完以后，古早人讲那少人管哩，食饱了就搁补三顿。啊，你都五，你嘛五十七年，对唔对？啊，人一做代志做到这大来嘛十七年，嘛一生对唔对？但我呐看三宗讲这句话吼，咱都教会。我想到我唔想老，我那老岁人既然都讲，我阿妈过来哦，那拢正常拢叫我阿妈，吼、哦，啊咱就卖个，我会徛地买了，啊野好山，啊后来我野好，哎呀热哩野日头，啊唔过叫我人我都会弄，弄者就又拢买一个怎么拢安放个呢，愈来愈好。我讲到头壳拢合不了啊！我唔捌红出钱，我拢甲讲阿伯恁桥都要甲洗伊个啦，卖徛紧啦。因为我坐伊咧边啦，我哥哥个咧人员赶两下，只要咧看哥哥在徛紧，我讲我唔免去，我家己都会晓处理。佮伊买五公斤的姜母头来，一堆搭一个姜母头，我合不了，我哥哥讲，唔捌红。那卖有麻烦就好点，啊，像你讲做这干净啊，啊，你医生啊，医生讲医生嘛，全部做歹势，对不对？即马拢讲去医生啊开刀嘛，啊，开刀了后，佫做无效化疗嘛，化疗佫无效，你家己去拍针，对不对？真辛苦嘛，唔顾呢，咱有点心，做人一定爱穷，就一定爱有劳。做这人拢好起来，什么原因？精神好，莫想讲我怕病。我足早嘛在时哦，三点外、四点外，差不多起来看新闻报都发消息。啊，我顺道有道，我顺道看人教我什么，我就做什么安尼哦。我看到一个外国代理人在，一个吼少年啊，足少年，面足水哦，有三个顶，啊一个钓迄个做人嘛。伊讲一千万讲唔好开刀，医生就只个擦擦掉，你知无？擦擦掉的时阵，不管你有好无好，时间到了看转去啊。转去时卖讲啥，伊讲无我惊，看到伊就惊。啊，家己边讲边哭呢。阿爸卖讲无我惊，爸母看到伊嘛惊。伊哪讲哪伤心哦，就安尼坚强起来。我未猜死，我有爸母，我无我惊，就爱徛地位。徛地尾嘛有诶，囡仔生癌诶了，规大阵诶拢癌症诶，带你徛地尾啊电视放拢做出来，见光见哭，迄规阵诶人拢对伊哭了，你看我几代了吼，我讲个吼，谢谢，我吼足爱吼，歹势我足爱讲，啊我著无分老少年，我嘛足爱讲，吼。安尼好唔嘛？好，请问你位倒位来？我会使讲，我本来客家人，苗栗县竹南。啊，了嫁翁，我唔敢嫁江镇人，我遐做田，做甲惊着。我老爸做几十家地的田，做甲会惊，搁做山，搁快马加马店，搁米家，啊，足好个。我爸爸讲我做。做软正，其实咱叫做有效讲我做软正吧。咁人咁平十个月话软话迄类人吼，讲我阿姐较善食，那几乎个人讲会管安我。我叫阮头家吼，你家姐无半项啊，无厝无啥物无半项，干那家姐册，民国四十几年400块租一间铺，甲住200，安尼过日了。啊，甲然后吼，生囝了，安尼我嫁五年搬七位，安尼人啊，土古早无子啦，无会厝呢，四十几年啊，
拢总迄土格嘞啊，做一间房间来两百。阮爸爸就说真好啊，伊一惊我开店，一惊我唬人哦，其实我唬人，你知无？我甲爸爸骗讲借人。阮头家吼，外老实，你知道？讲我甲讲，阮爸爸摕钱给我，甲我讲，这钱给你也好人吼。明仔载要嫁哦，讲今仔日，这钱你也好人，阿伯无好食，我就来插你。哎，我听到这句话吼，我古早的人啊，我唔是现代化的人了。大家钱拢我摕大家啊，我呢会使无摕大家。阮爸爸。是古早，阮迄阵啊，聘金才两千二、三千二尔。阮爸爸摕八千块我，个人亲戚摕来到一万块呢。我照常摕阮妈妈的，就大家啊。哎，伊欠钱摕来借，摕行政府，甲阮头家。阮爸爸讲一句话，我个老师甲阮头，我作妖气有影，我有啥讲啥。我甲阮头家讲，我钱无摕，你妈妈我就袂开心，暗不得。阮爸讲，我真来偷人，阿伯无好食，歹插我。照常安尼甲阮头家，阮头家照常甲伊妈妈讲哦。啊，讲啊，提行政府啊，甲骗讲提酒啦。啊，阮头家暗时啊，伊就爱古装爱补习嘛，爱补习啊，四个人哦，上天未请小工人呢，大家都去补习啊，补习个钱在一输啊，一输啊，一个月。讲有三百块二十五啊，啊欠在迄铺啊，唔甘你买半仙了。啊，阮开起来只开饼店拢做诶，啊都照常爱做。啊做诶时阵爱钱甲欠了，阮爸爸提转去买菜，个无买买好啊，阮爸做好也好无买买好啊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啊我若有来用迄钱来买一间土甲厝来住，毋得毋免租厝。阮爸爸哪话讲了，要甲土钱唔敢讲，阮咱以前人看老老实哦。爸爸无厝真艰苦呢，伊讲，迄租厝，计无厝安，毋则较好，伊熟识较济人。我想讲，爸爸哪安尼，我要甲讨钱当生活，我来买厝，讲敢要计无厝安，熟识较济人。啊，我戆戆想讲，爸爸哪会讲安尼，唔敢讲。甲然后我去租厝，才拄到遮个朋友。哦，我去到美国，去到什么国家，我就讲一句给人听，莫听散只，嫁无处安息才较济人。哈哈哈！嫁无处安息才较济人。这句话是老人讲的话，我足感恩阮爸爸甲讲这句话。我四个讲给人听，大家笑啊，讲啊恁爸哪会晓？俺爸爸足孝十辈的，阮两个哥哥，两个弟弟，阮弟弟这个做电信的了。做教书是我教的，我一个是大安高中做教书，对哩。我跟你查某吼，看到老母条件足可怜，拢一面咧替老母做工课。我去读高，以前爱考啊，初中要考啊。我左南搬山过岭去当时读高啊话呢，我妈妈吼，我娶一个阿嫂欢欢，甲骂去，我骂去跳水哩啦。去跳水了，去跳水，阿哥我救人哦，阿哥叫游到起来了。哦，我回来了，我讲我会使读册，我一定爱顾老母。我一个查某囡仔尔，我就安尼尔，歹代。阿哥妈妈，我做家做家庭的代志，甲爸爸斗趁钱。哪会知影，趁甲足济足济分开了后，阮爸爸因，我放弃财产呢，我直接回家。那算讲我的分金哦。阮爸爸死了后分袂平，安尼定起来定起去。阮爸爸做人是，古早做船长，你古早个旅长了，做规世人做袂退休的了。讲较见笑，讲死了后30万分袂解决，当调解委员呢，算计大人生啊，啊唔知哪去调我。我想把我放弃，无反正本来叫我，哪会知阮搭台北这个金马，这个大安高中的教授，这个较俏胖，一定无时间调教我，一定爱落外面。啊，我的人较热心，我当时我就讲，我讲诶、我可不敢讲，爸爸，我无无在山里，阿谁那都爱调我，爱调迄个镇长，我弟弟然后做镇长失败。
失去了嘛，可以伊个同学做店长。我甲店长讲，迄阵都爱互你做，袂使互阮弟弟做。阮弟弟敢提出个话，啊那那会安尼来做？我讲什么人唔对？阮个家庭，阮爸爸唔对。大家拢眼眼问，看我讲是安那恁爸爸唔对。我讲阮爸爸若拢甲食食掉，今仔日就赔这个钱。卖老菜母安尼个代志。啊，我就笑夸讲一出啦。我细汉安怎爸爸家庭，安怎老父安怎条件可怜的代志，我讲出啊，调解委员听，三十几年调解委员，人伊就会晓办，会做调解委员的，会做记者的人足啦。人就会晓排解，一早尔是解决。哦，三十几年就解决啦。哈，你讲三十几年？三十几年未解决，到即摆解决。一早就解决咧，你爱讲会了解，讲会了解，阮会了解家庭安怎，无人，阮爸爸因做面无，无人敢办啦，无人敢插嘴安尼啦。你我爱讲一撮，互入落去，伊才有法度安怎讲安尼有无？啊，迄条怪物人办煞的时阵，甲阮台北的弟弟讲，伊讲吼，那今仔唔是恁姐姐吼，恁的代志也未解决，无人敢插。今仔日下昼的几啊地都两三地都调解，你爱出去，安尼毋是足难过。啥物都毋是安尼，我感觉人生吼，自古以来就是不摇身勿让让让，摇让是阵就是扭落来，我啊坚强用争取的那有较怎？我感觉做人。啊，咱我今我就是嫁无出安，啊，四个熟识较济人，好，阮爸爸甲我讲好话，安尼好了，我也是到即摆要感恩讲阮爸爸的恩情，甲咱讲好话，我熟识足济人，好，你即摆好世界都办啦，就去个大吼，我住安尼二百岁就丢多，我都好不了了。只要租厝，无四百块租厝。学校吼，一个徐老师、作文老师，因翁在做啥物几粒青足大，因大陆来的嘛。爱时阵吼，教作文老师，啊无厝，啊多困了，古早日本时代困了嘛，啊嫁到三间房住。啊伊的大查某囝，阮头家拢，阮老师伊拢教的。教五年级、六年级都补习班啦，哎，查某囡仔哦，足水个哦，足水个，你知道？啊，我毕业典礼个相啊，我哦，这查某囡仔上水，迄个李老师个查某囝，安尼唔好，伊教作文啊，伊外省人就对啦。讲去读台中女中哦，啊，讲坐火车，讲买几啊冰来食，讲。火车要行，讲跳起了链路来，讲去链路火车卡过，火车到了死腿伊了。哎，因爸爸吼做兵足大，等下看到查某囝呢吼，气一个跩很气笑了。啊，气笑嘛死啊！迄查某囡仔骨痛到死腿哦。啊，伊讲又歹心，啊，我迄阵啊大讲够幼稚园，你知道？幼稚园哦，啊一个凉亭开放，滴光啊，往里我落去共过幼稚园，共开门，共关门，安尼啊，拢免出水啊，省钱就对啦。啊了啊，迄个老师因一家伙四三个人，因带着来的爸爸，哦，迄个老师的爸爸，大富大富哦。啊，你办公室看报纸，安尼，迄两个死了哦，迄人公司两个爱死三个，我不爱信。结果真实的，迄个爸爸。阿罗人也过死去，三个死去哦！啊，咱政府唔知讲伫养胃，我全无收吹，你知道？伫养胃啊，到位白装要很大，白装要很大的时阵，拄搬走啊，甲搬入去。我现在在二百岁做啊，九多年了。啊，我就甲政府只讲，哦，我过会去甲看，家己家长，诶，爸爸死啊吼。啊，就去甲看了，啊，都我伫咧幼稚园，爱伫咧困几条困几个囡啊，去啊看因困咧涂骹无光了，啊，我甲搬入去都啊，常常想讲迄个老人，拢伫遐安尼有迄印象，常想安尼哦。后来我甲前辈只讲，我来创一个辅助来改，起码咱一贯做警察拢爱抓，
如果阿姨遐做会咁，知影好，我讲我三宝弟，我就知影讲要做好，啊，我湖南湖南用挂结果会使来学会做，要带有揣这好，我绝对袂得。我伫下校哦，不聊了。我就创会做礼拜，我讲我下好册多啊，我礼拜会做了。迄人我以前捡转来录录的，啊，甲他准备一叠十块，你个安尼个礼拜。我哪人礼拜，我带人礼拜会做，我就讲我大家做生意，足济人来，吼、哦，啊无讲警察挨了，我唔捌警察了，我都足济刑事，即卖当时要一个刑事啊。一结婚九十几岁拢讲做生意，我同做做警察啦，我都感觉足好啊。哎，警察，咱若做做收到人，警察较侪麻烦唔重要，大家人拢想要做好啊，拢无只歹人就唔了。唔只讲吼，人拢是爱人呾。我有滴关系，有一个客人，你知无？落去台中做警察，因这地地产宁波。啊！交代我讲啊，新的年纪，我去做银行做台中，拄啊咧做警察来交代伊个，伊个看我可怜客人，啊我也够客人，你知无？甲过关吼，做原来先去做刑事啊，做刑事安怎你敢知？你也查那讲，就去台中，是几啊？伊安尼无胆，你知？本来就也是这阵，甲政府出一摆，啊在台中交代我，啊我拢去甲看。讲有一日掠贼仔，讲迄人讲贼仔吼，安尼啦，爱做刑事较大，好较悬啦。啊，遐警察跳枪头啊，枪，遐啪咚咚咚，枪声，迄贼仔有枪，你知道？拍死一个警察，拍死一个警察，啊，伊在外口安尼惊一个吼，要跳入去，人大哭，我大哭，我都跳过去。到然后吼，拍然后开门乱开啊，入去的时候，一个警察拍死。一个贼仔嘛怕死，啊，搁一个安怎讲？迄足侪年前的代志啦，啊，袂记得偌久啊。这个怕死的有赔，你知道无？咱这个刑事干那惊一个啊，惊一个判大功来，啥物病状发作，糖尿病癌一开始发作，人莫烦恼烦恼多。哇，可怜了，这个刑事啊，都安怎管这一切啦？因某即马甲我遐做联络，伊讲阮头家哦，去买厝，讲买讲要留一间，要开始做白要做人。啊，等我退休未啦，安尼啦。等我退休未未退休就发生这个代志啦，就死去。因某讲，啊，凡事先行啦，我爱，因阮头家死，我才无财务，我讲你袂使安尼讲。对唔对？上好是救伊哇，请人家唔食迄毒类，你知无？伊我甲救我足好啊，伫边了，带我去运动，你知道？真可怜的人啊，袂用看病去运动哦，讲十几天喊病房都无，你知无？恭贺啊，好吧？谢谢，感谢，哎，你来接个哦。好啦。